哎呀，好，谢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哎，陈哥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呀？哦，我去你家里找你，然后你邻居说你在这山上，然后我就来了。你怎么还背了一只羊呀？嗯，就是我别人就是订了一只羊，所以我背下山给他。哇，你怎么不叫我来帮你啊？这种事情。我早上就是五六点钟的时候就来了的。哎呀，没事，你知道半夜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会赶过来的呀。没事没事，不用麻烦你。 你家里还有养的羊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对，我家里养的是放在山上的，所以你平时的话就不知道。你养在山上，它不到处跑吗？你不养在家里啊？不会不会，山上有那个，它住在那个石头下面的。哦，那前面还有多远？我和你一起去。哎，好吧，不远了，马上到了。哦，那你小心一点啊。叶成刚，我们要到了。哎，好。 阿木萨，你吃不啦么子啦？嗯，你冷不啦？哦，来，这里。啊，你冷得个吃不啦吗？我的撑在那里。啊，这里还有秤呀？对，我平时把秤都藏在这里的。哇，你不怕别人拿走呀？你放在这里。因为藏在这里的话要比较方便嘛。啊，这个确实是。 有多重呀、啊？这个呀？哎，五十八斤，我说，我不得。嗯，五十八斤一整个。五十八斤多少钱一斤啊？你们是？三十块钱一斤，你帮我算下来。啊，五十八乘以三十三八二十，三五，哎，1740，对，1740。1740。哇，写的少点子嘛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说微信哦。哦哦，对对对。 好的，那大姐。哦，你连着不？哦哦，对对对。哎呀，戏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呀？还不能回去，山上的羊还没放呢。哦，那行吧，我给你一起上山上放羊。等一下，我把车藏在这里哈。哦，要不拿回去吧？不行，藏在这里的话要比较方便一点。哦，那你藏好呀。走吧。走。手机电话。好。 慢一点哦。好。哇西，你这个路也太难走了，这还有多远呀？前面就到了。啊，好，这也太远了吧。习惯就好了呀，平时我都是一个人这样走的。哦，好辛苦啊，天天这样。啊，小心点。好的，你小心点哦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哇西，你这羊都放在这个山脚下，不怕被石头砸到呀？不会的，这个石头很坚固的，慢慢下来的。来。哦。 羊来了，羊。李成哥，你先过来一点，那个羊要出来了。他们是不是害怕我呀？他可能对你的话有点那个心。哇，你这一共有多少头羊呀？这么多？我今天卖了一头，还有54头。哇，你好能干啊！一个人还养这么多的羊。平时都是我靠这些维持生活的，还有那些靠那个挖羊头。哇，好多呀。 阿星，你这每天都会上来，就这样陪着他们呀？是啊。哇，羊群好幸福呀、啊！我也好想变成一只羊呀，这样就能让你每天都陪着我。你像什么吗，一成哥？像个什么？像个土鸽。土鸽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笨蛋的意思呀。哈哈，这样啊。把它放在这里吧，我上山玩一下。羊放在这里，它不会到处跑呀？不会，它每天。